对面跳了一个，对面跳了一个，对面。牛逼！我操！我这还没补死呢，我补了好几枪。 雷啊！这是有个雷，房子里，房子里，房子里。后面假车库，假车库，后面车库房，就后面的车库房，最后一个，一边。二层楼，二层楼，二层。OK。车库也有一个，两个。倒了，倒了。车库倒了，二楼，二楼，二楼。我感觉他要炸。二楼在跳窗。哎！全白吧，应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有火的。看了。他闪到了。 这边，哎，这边，还有一个的，还有一个不知道在哪。那个山顶，要点山顶四个人。 真是机器的四个，他抽到好开心呀！他，你在哪儿啊？倒了他这人，我有，我这怎么打的？我都不知道。迷你，迷你，最后一个，好像在那个二层楼的一楼附近。哎，好看到了，要不然……哎，这人倒哪儿了？括号。 这后边，我来干嘛？啊！好马呀，这波！炸弹出来了，爆毒了！救人！救人！ 我真的发现这发兵必须得调密位，不调密位真的好难打。多近？回弹又快。防区好像就俩，这个防区。我操，牛逼！一枪死。 并不是一枪死的。啊 ！MG63， 对对对，就这坡。在这吗？不会吧？那就跑过去了。哎呦！哎呦，怎么跑这来了都？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哎，马路出来俩。 哎呦，我能直接四个人。看，这波就是缩进的功能，是。是我这个我知道。嗯，四标一枪死，七六二能封我脸不？能能能。一发。我该缩的时候会缩的。哎，左边有个人，雷。喂，二打四，二打四。打不到。哎，这没死。 这他炮这个倒了啊！这打得到，还有俩，中间，哎，拿头！哎呀，小头了！来拉头，来拉头，我杀你头！